研究团队所研发的万能辅导架，由传统的辅导架改良而成，结合了齿轮、齿条和角度仪，还有鸠尾槽，以及前后微调整装置和方刀塔。接下来，我们要实际测试。将万能辅导架装上，使用锁紧装置锁紧，它可以前后快速的移动。以及锁紧，我们只需使用一颗锁紧装置即可达到以往的锁紧效果。接下来将辅导架装上，将车刀装上。我们设计这么多孔，是因为可以适应各种不同大小的车刀。接下来调整角度，刀端角为12度，锁紧，再调整间隙角，前间隙角为8度。实际进行磨削，使用前后微调整装置对刀，取下车刀，接下来我们进行实际车削。完成本次的测试。